心底深处的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世界和平。哎，是的，真的。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平安，幸福。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正能量，给自己一些正能量，然后给自己放松的空间。平安、健康、幸福，我觉得是最美丽的祝福了。